坐计程车回来，结果呢，怎么只用一台而已，啊，害我就想说啊，要送人回来。后来我想说啊，那大家想走，可能吃饱饭后散步哈、啊，消化一下，要走我们就一起走好了，我就跟你们走回来。就走回来，我本来想再出去，我想说啊，那个我们几一些人已经去李小璐了，啊，他们就自己会回来就好了。啊，真的迷路跟我讲就可以了，应该没有迷路了哈、哦。那啊，这呢就是团体的旅游啊，自由行的享受。来，餐厅就昨天餐厅就在这边啊，啊，又来经过这里了哈、哦。那我们要先去大通公园，啊，大通公园是这几天的，就是去那边呢拍个照。